好，接下来是第三关喽。那我们身后这个就是我们开场有讲到的那个用了1472块的三角积木盖起来的，没有任何钉子。那我们现在在这个地方，我们要玩什么呢？孟哲跟黄轩登出了嘛？是。好，现在是八人嘛，又分两队，然后要前胸后背夹海滩球，慢慢的前进。哦，两个人。海滩球，四个人。四个人有三颗球。然后两位淘汰者各自担任一队的合作伙伴，要干嘛呢？抵达任务区的时候，就跟淘汰者一同合作关卡。那我们也要夹球吗？你们不用，我们在那边等就够了。完成就可以继续前进，率先抵达终点的队伍获胜。那有几关？三关。可我们只有两个人啊，你们就是三个任务区的关主。我们要玩三关，再到下一关，对对，然后再到下一关。哇，终于，终于被淘汰，有忙的感觉，而且很忙啊。那大家来抽牌，来吧，抽，先抽先不看。这是分队啊，来，剩下给我吧。好，现在两队的队伍都已经排好了。有些人呢是这个女生两个夹中间，然后呢橘队这边是男女穿插，各有各的用意，但重点就是球都不可以掉，也不可以用手去瞧。好，那就听哨音就开始，听哨音，预备，一二，顶住，一二，亏我都没有关系。好，等一下，我们等一下会踩到那个。可以，你们球都好看，快，对，你们要守，你们都是要想办法打往后打，往前推。你好，我觉得你们身体的摆动要一致，你们现在变成一二三四个人，有点 S 型，像蛇那样。可以，一二，很稳，超稳，一二，蔡黄如要。等一下，应该是他喊口号，他推我们，所以是不是要他喊？对，他喊。等一下，自己危险，好，我危险。慢慢的。慢慢的。谁喊？一二。人家是说有人顶着你往前走，不是叫你往后躺啊，你整个往后躺。到了，快，来丢给孟哲接。那我在哪接？来喽。一二，好的，很稳，来，怎么玩？要接住哦。好，一二三，差不多是这个意思。差不多是意思。你 hold着。哇，太远了。你不能用这么那个。hold 着。对，你要给他一点抛物线。好。我就一次一个人的，一次给其中一个人。对，手感好。对，有手感。好，等一下，用出来。哎，我看到方块要射的，好像不行。啊，不行，我好像没有了，那换你好了。哎，差一点，刚好。刚才很小力，小。有风，打风。现在又要变成一个人一个人还是？对，你要这种用抛的。算了，怎么弄？一个，去过了，去捡。我捡。可以，对，然后我跟你讲，接到的时候稍微顺着它下来，下一点。对。哎，这个有风。有了，我过了。哇，差一点。两个。对，他就是。再高一点，然后你可能人在那边一点。
最后一个，红哥，最后一个，过了。差一点，感觉来了，停住，等一下，好，走。好，往后躺，不用躺那么多，好，到另外一边。OK， 哎，有卡到点就有，差一点，给他，哎，帮蔡黄蓉拿那个 GoPro。你要可以吗 ？OK， 球，这里，这里，快，第四个，来，第四个球了。哎，你们怎么这样？等一下，没有球，球拿走了。我想到球已经不知道分到哪里去了。好，来，准备哦。要挂面球。预备，开始。1、2、1、2、1、2、1、2。快，后面加油！来，釜山撑一下，快！哎。小心！踩到体内，快到！你帮一点忙啊！一起往后看。好，好了，红哥放。用单手拿。好。你是这样上去？哎，我突然发现，对啊，高度我要叠高。我手好像也会抖。你抖还是我抖？好，来。我手，刚刚我手好像也会抖。不是，那我不能这样子吗？一脚叠一脚。哇，很好，高度。8个哦，这样很难呢，怎么可能？有，可以，不行，下面移动了，不是你下面那已经位移了，第二个已经没有，我到底把它移回来是不是？你是对，哎，不能动啊！好，你刚刚就好，那就好，可以，来，再来，可以，我们过。你托盘自己可以调整高低一点，好不好？对啊，对啊，你可以低一点啊。他不行，因为他身高，没关系，因为第二个也歪了。1、2，很好，我们是最有默契的团队，没错。1、2，我们很棒。来第二个，好，来，一人拿2个椅子，好，谁先来？没有，一个人两个，对，一个是两个。底机一定要很稳。哇，可以，我就 hold 住，可以哦，我把风挡住。4个，好，来那个莹莹，没事可以，东东，你的右手，底座要歪了，那他掉了，那重来，他换他接上去，不能瞧下面的，你只能瞧你自己的，不能瞧别人的。可以。这边吗？掉了。再 hold 住就好了，这里 hold 住就好。可以，再 hold 住。可以，成功了，成功！球！顶住！顶好了吗？可以。预备，开始！1、2。你看我不动，它风都，你看风很大。不是，那我要放这样子。要不然你背坐好不好？还是你蹲着？你蹲着。我蹲着拉，我蹲着。好，对，好。蹲着你可以吗？我太麻了。我要蹲这边，我这样挡一点风啊。红哥来，背。来，我托盘是不是有点歪？啊，算了，你放这个，你放，梦哲这高度好，我觉得好吧。我其他脚这样，这样没有风啊，刚那个风好大。好了，你放这个，就没错。他其实他们竟然过关的，我们挡这边有点风了，把椅子过了，他们椅子过了，好快哦。因为我们要跳一下。紧张哦！哎，我蹲就是想放屁。你不要动！你不要讲话！不能有声音的啦。没有，在最后两个，最后两个，龙兔你很重要哦。
好，永兔。你是左手，你是球不要拿着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看他的屁股，太入戏了，照到你的屁股。对不起。啊，最后一个，小心哦，小心，可以。啊！可以。啊！差一点。一，二，还很远吗？一，二，十公尺。一，二，好，跳过就过了，对不对？加油！黄轩应该很少跳绳。1、2、3，可以。5、6、7、8、9、10 ，OK OK。对啊，三个人拉十下，三个人的。哇，这个有点，风，不要撞到我！他连怪风的机会都没有，不要让我笑，不要让我笑，单手，好，你，我吗？换你，好，我第一个，对啊，不行，有点摇哎，先试试看哈，好，六七，走，1、2、3。不急。8、9、10。OK。很累耶。好 ，Darren 上。我觉得他们两个甩。现在是绝佳状况。不要拉在一起。对，走。跳。有一个手就可以。你跳太慢了。其实这个先来。对，是 Darren 的拍子有问题的。对。你卷一点，对，然后因为它这个会打在地上，会有节奏的声音，要听一下哦。好 ，Go， 1、2、3、4，好，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OK， 来，可以了。你再加油，你加油，棒，我们棒，试一次哈，6、7，走，1、2，很好，3、4。啊。OK， 照这个逻辑。好，哇，完蛋了。不能去挪他的，对不对？哎，是啊，就像空，你空边那移来，你跟他讲。我可以手继续 hold 着，你们手这边。你知道有多难了吗？你是不是在笑我？你也做一样的事情耶！你刚刚鱼，我对好好的，刚刚有风而已，现在连雨都来了，太伤心了，好难过，我压力好大。可以，不要抖。这个很好放，这个比对准还好放。哦，对，有了，你不要掉下去哦。可以，你只要这个对准了就有了。有了。不要抖，不能抖。过。敲！我们统一一下右脚左脚好了，这边接的。等一下，先走，预备，右边先是右左，加油哦！听一下节奏，起走。太短，这边太短。刚才来的时候变成音效，对。好，所以对你也不能，对你也不能放太短。可以，我节奏问题，大家一起哦。OK， 6、7，走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，可以，没事，很好
一次就好了。来来来。哦。右左右左。哦。啊！快点跳跳跳跳！到到到到！怎么跳？怎么跳？来，谁先跳？孟哲先跳。来，孟总，我们俩先跳来。预备，起！一、二、三、四。来了，他们过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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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们过了。六、七、八、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。卡了十分钟，椅子过，又没赢太多了。对啊，对啊，赢太多了。恭喜绝对！这个在关西啊，最有名的就是仙草，所以我们饮料呢是仙草茶、仙草的麻吉，以及这边很有名的超阿贵。这么大一颗，一份啊！这一关真的蛮辛苦。哎，不错，这个超那个仙草麻吉有够好吃。今天的第一餐，对不对？仙草马蹄，你微甜微甜的。那个超贵，把结果给你看好不好？什么蟹？哦，就是那个萝卜丝。这个超贵，好重。它是萝卜丝细的，跟粗的那个像那个菜脯那样子都有哎。它是穿，它不是只有一种口感哎。哇，给你们一口新埔的客家菜包，好重。好，来，你们获胜的绝对可以先去抽你们的材料。咸甜咸甜。谁要先来？鞋子先好了。鞋子已经有三颗。你就两个了，婆婆的三个，好想吃哦。两个羊，面粉，好，还有盐巴，面粉有，好，可以了，有，不大。哇，蜂蜜，蜂蜜重复了，重复，重复，好容易重复，怎么会这样？手掌温度，婆婆手掌温度啊，又重复两个，你这个臭嘴有没有？你这个臭嘴，他好像说不两话的哦。说风凉话的人嘴最臭，所以风凉话很轻松。那我现在抽没什么用，但是抽一个开心，我全部都要不一样。奶油，好，有了。蜂蜜，奶油，奶油，不会的汗水，奶油，新的，奶油。我没有，没有，算了，算了吧。其实还好啦，最后一关大家都很有机会。对啊，什么？他抽满四个。哦，对。好，哇，又补到哎，补到补到，他已经五个了，面粉，又补到，哎，六个了，六个了，六个没六个了，他六个了，温度，面粉，哎呀，六个，六个面粉超过了，那种鸟声，菜黄人小姐，菜黄人小姐，这是刚菜花花，哦，你听起来好，他吃好大一口哎，嘴巴都流不了，你根本没有。酵母，哎，你刚刚有抽过了吗？没有，这第一次吗？不是吧？植物油，第一次，好，第一次，他第一次，他第一次。植物油，哇，这个才第一次啊！蜂蜜，酵母，不会，面粉，哎呦，三个都不一样的，哇，恭喜恭喜，厉害，再来了。接下来是我们四个最一关的，要来挑出。还有一个被淘汰，对啊，对啊，要被淘汰。前车之鉴，淘汰的人，今天淘汰人还蛮累。一人拿一个，然后一起开啊！一起开好，一人拿一个，一起开，可以啊。先放胸前了，不要都不要看啊，都不要看啊。杨婆婆啦，杨婆婆。所以你这次没 feel， 没有 feel。他不想讲，有这个 feel。你选的时候他特别有 feel， 对，还这么准，对啊，就盖着 deal。一起开，一起开吗？那其实这样四个就一起开啦。一、二、三。被我刷中，被你抓中，他要抽你掉的那个。目前最高的是六，对，六的 Darren 是最强的，所以他只要再集到四张，他就获胜。红哥又活到最后了，对，哇！毕竟他那时候本来很看我没有，十八分的评估，然后还哎，但还是有让你吃到两次，有了，后来感觉还不错，有翻盘，人就是需要受到激励才会成长。好，最后一关，希望大家都加油喽！来，下一关。你想跟我们一起反抗主魔吗？想看更多不一样的饥饿吗？想看我们从主魔手中赢走更多的奖金吗？饥饿游戏 YouTube 会员来咯，加入会员支持饥饿，让我们打造出更棒的内容。